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来做一道我们当地的名菜，叫三九鸭。买回来的鸭子杀好了，要洗干净，然后准备给高压锅把水烧开，然后把这个鸭子放下去。哇，好大一个，太大了。放点姜、八角去腥味，然后盖起盖子，熬五分钟。这个底子切的少，五分钟。这个鸭子因为更老一点，对，没那么老的就四分钟就可以了。啊，煲了五分钟的鸭肉煲好了，这样煲出来的鸭肉也很好吃，它可以节省一点煤气。如果你用大锅的话，要时间很长。再做酸辣的材料，这是酸醋、姜、小米辣、青椒。炸起来，可以了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碗，调一下辣椒汁，大蒜、姜、小米辣、青椒，等一下再放，别放那么快。盐，盐要比主菜多一点，因为这个酸醋。酸醋倒下去，